庆祝中华民国生日，台中市府广场前聚集的2012人排出我爱台湾的标志，场面壮观，也刷新世界纪录。南投82岁茶农日前自杀，家属质疑是农林公司在耕地尘垢上态度刁难，为了讨公道，家属在国庆日这一天抬棺抗议。把绘本变话剧，云林国小志工妈妈的创意为他们赢得教育部推广阅读的绩优团体奖。更多详情都在4月10号的中台湾联播新闻。